Hold up. How deep can we go? Cause you're pulling me straight down. 我们现在要出发了。嗨，大家好，一路愉快。我们现在。 到了底特律，全美国犯罪率最高的城市，罪恶都市。嗨，我们现在到底特律了。我们现在要去福特汽车博物馆参观一下。 巴哈House of Worship，那什么叫法？巴哈伊教堂。嗨，我们现在来吃。
由芝加哥的地标那颗肚子，然后我们一会儿就要去坐那个渡轮，不是渡轮，游船，游轮，在运河里面。现在到千禧公园啦。
吗？介绍一下现在什么行程。现在我们是吃一个对镜头说，我们吃一个披萨。我们现在是芝加哥中午一餐，吃一个芝加哥特色披萨，超厚披萨，正宗。好了，Hi, welcome.